孙公子，认人去吧。 就是我，就是我怎么了？实话实说了吧，这个是我家夫人，嗨，吃了醋了，跑这儿捉奸来了。捉奸是可以啊，但是你们不能在我这儿捣乱呐！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赔钱，你们休想跟我走出这门！好，赔！一共38,942两。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啊，抢钱？您说什么呢？我们这儿做的可是正经的生意，正经生意。好，赔，那怎么也得融个功夫，不是？啊，我呢去取银票，夫人留在这儿，行了吧？留，没事没事。那我能走了吗？站住！有人举报你们聚众窝藏，拐卖良家妇女。 全给我带走！走，这是不是误会？官爷，这都是误会呀！谁报的？这是？误会！走！哎呀，误会！好，快点！ 老实点儿，别给我惹事儿。不惹事。哎哎哎哎。